1-1啊，下一个分数啊，其实是一个赛点，谁拿到，起码再下一轮不输。对，有心理优势，这分至关重要，所以老师把你们派出来是赋予重任的。两位准备好了吗？没人理我，哎，准备好了。都很沉浸在比赛的氛围当中。咪咕灵犀，请出题。啊啊啊啊！灵犀怎么了？中文的这其中奥妙还真是不胜枚举啊！这个词就是不胜枚举。不胜枚举的意思是不能一个个的列举出来，形容数量很多。啊。对，这个词儿非常好，它很有用，嗯，因为它形容的就是我什么，就是我身上的优点啊，不胜枚举，哎，就有很多优点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那个是枚举，举了等于枚举，没有，天天那个适合叫罄竹难书，哎，罢了，扎心了，扎心了，扎心了。不胜枚举，不能一个个的列举出来，形容数量很多。好嘞，答题时间到，老师们请判定。不胜枚举，双方都答对了，两位。继续听题，来，灵犀。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难度继续加大。下一个词，更续。更续的意思呀，就是继续。更续，更续，更续啊！两位同学，能再把意思念一遍吗？更续的意思就是继续。继续。更续，两个字儿换了两个字儿的解释。嗯，更续和继续一样吗？老师们，应该一个比较文，嗯，书面语比较文气，一个比较普通的啊。更续是用来讲比较郑重的事儿的哈，郑重的事情上，继续这种形式用更续这个词。太后啊，皇上说话了，更续而言，更续言曰。这个字好难哦。答题时间到，老师们请判定。这个不容易，这个不容易，这不容易。红队同学写的正好啊，意思就反了，对吧？就不是继续了，更续更换了，给换了。嗯，好嘞。目前场上比分2-1，暂时领先的是四川成都市实验小学。谢谢两位同学。哎呀，就拿到赛点了。好，接下来派出来的人啊，特别要讲究一下了。老师们，请派人出战。欢迎两位同学，这是一个赛点。2-1，对于你来说压力会更大，重任在肩。咪咕灵犀，请为两位选手出题。哎，可别太紧张了，太紧张容易听错题哦。下一个词做好准备了吗？听着，樊笼。樊笼指的是关鸟兽的笼子，比喻受束缚而不自由的境地。你看这两个字儿啊，就觉得这个笼子密不透风，跑不掉，就憋得慌，编得特别特别密啊。烦嘛，那个字就看得出来，哎，喘口气儿就够呛。是，樊笼。两位选手考虑的都特别仔细啊，写完了还在不停的揣摩到底是不是对不对，写的好不好看。
时间到，老师们请判定。这个龙啊，那一笔啊，相差太远了。因为你写了两次，第二次还是这样写，说明可能你对这个字的理解是这一撇是不用穿过去的，但这一笔是必须要按照规范是要穿过去的，好吗？以后吸取一个教训，简单的地方跌倒了啊，很可惜。好，所以就是这个出头没出头，现在场上比分2-2。谢谢两位同学。请两队老师派出队员终极一战。加油！现在比分是2-2哈，二位。谁赢，就带着自己的整支队伍晋级。谁输呢？不太好交代。来，深呼吸一下好吗，二位？加油吧，孩子们！好，米谷林希，请出题。哎，已经快要接近今天最后的关键时刻了，我可要出一些刁钻一点的题目了。听好了，这个词是“犄角旮旯”。犄角旮旯的意思是角落、狭窄、偏僻的地方。听清楚了吗？开始写吧。犄角旮旯，犄角旮旯，这个字挺不好写啊。我们坐的这个位置，就是犄角旮旯。啊，哪儿犄角旮旯了啊？我们这明明就是个圈儿，好吗？哪有犄角旮旯？我说对我们的重视程度。解释一下犄角，这就是个角。犄角的犄字的意思吗？突然忘了。不能说，不能解释单字啊。指角落、狭窄偏僻的地方。读音是犄角旮旯。犄角，你也可以搜索其他可以和犄角组成的词或者句子，来帮助自己。犄角旮旯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呀，不急不急啊。犄角。冷静，你越冷静越能够想出来，不着急。别着急，能想起来就写吧，赶紧写，就写他了。没办法。最后怎么就不最后怎么就写了他了呢？不知道，实在没有想法，只能不能控制。你觉得对吗？这个不对呀，我也忘了。啊，不对呀！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呀？你怎么不对？你写上去干什么呀？真是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那就是说输了呗。不知道。你不是说不对吗？不对，那咱回去呗。不死心，得看一眼，得让老师判定一下。对，不死心。反正概率觉得不，希望不是很大，看运气喽。老师们，请判定。老师们，请判定。对了，回答正确。红队的小朋友，你在关键时刻。心有灵犀哦，这急的呀，差点把屏幕给吃喽。着急，放轻松一点啊，轻松的时候啊，你的思维可以更开阔。来，灵犀，请出下一题。